魔王帮拼演技对你爱不完，两队浮夸搞笑到底谁捣蛋？是不酸是吧？这是谁？哦哦，杜德伟啊，杜先生，你是有鼻窦炎吗？杜先生也喜欢喝。郭富城看不到脖子。哇，讲话上瘾了哦。看过我们的表演或者是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没办法超越我，他在那一瞬间做了一个抽泣。杜德伟，我乐观。我没办法演了，不演了。Oh my god！ 我是黄立行，音浪太强，会把你们撞到地上。脱掉，脱掉！我是 Alex 杜德伟。哇哦，这一次我真的怕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演艺圈魔王 BK， 请来帮自己平常心讲，他像杜德伟吗？我觉得你是张学友，没有杜德伟。他快变杜阑尾了。阑尾，杜阑尾，叫我 Alex 就可以了。今天多多指教了，我是杜德伟。其实他国语蛮标准，有一点鼻窦炎了，有一点。他的国语蛮标准，他国语没有那么没有这种，就是又有点像，又有点像。怎么会？你没听过我的？多调多调多调，就是这个共鸣呢。你可以唱《情人》吗？不要乱点，那时候我不会呢。爱的有点天真，你唱的不错。那是天真。那一首是情人，那首是天真。潮起潮落，情人爱却更多。爱情假意的话，你们三个可以不要乱演吗？生疏了，有点。就是我被迫跟着你们在一起。郭富城，我被迫，一定要这样子。琪琪，我不愿意。完成，完成，耶！这一个实在太精彩了。一般演的很难得看到这样子的料理秀。杜德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呢，你们如果没有准备好，就准备要输到脱裤子了。应该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为什么你有广东腔？情感演技王，我们上个线来。OK， 没有问题啊，绝对打败他们。记得要喝就是你的角色去喝啊。我当然了，不像就再重喝一杯。没有问题啊。是这女最不像，越来越像了。喝一杯就好，喝一杯就好了。喝一杯的时候要说以北气吗？你是谁啦？很难笑。是不酸是吧？这是谁？杜德伟啊，谁一直变红了？杜先生，你是有鼻窦炎吗？我是肚子饿的杜德伟。你俩也蛮妙，都香港为什么不用广东话聊嘞？因为离开香港一段时间，有些语言的感觉他生疏了。他们怕我听不懂，怕我听不懂，对，怕他听不懂。用 A B C 嘛，用的。你是相信我，你是波波摸。谢谢。黄立行，立行公司。还不错，很酸，对不对？哥哥也喜欢喝。你的眼睛怎么不打开呢？我打开啊，我是单眼皮呢。哈是一种跳针的概念吗？你知道？太酸了。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你的脸长得太酸了。你为什么觉得是郭富城？因为杜德喝完他后续的那个脖子的吞食的那种抽动还会有，那是舞步啊。然后郭富城看不到脖子，所以哇，讲话上瘾了吗？杰哥讲话上瘾了吗？郭富城角度看不到哦，爆出口啊，爆出口，我脖颈长了哇，没错啊，是郭富城，真的，哎呀，哎，闻到，这道爽快真美味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是，没有，这道爽快真美味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，没有。这样说完真美味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，哇哇哇！过去，过来，好，好，开始。
鸡肉手软，鸡满四十前吃二没有，鸡满四十前吃三没有，鸡肉手软三百位，鸡满四十前吃三够，对，睡啦。睡哎，睡 Oh my god 不能玩累了，太睡了，太精彩了，开始，今晚三百位，今晚吃的全是二没有，今晚三百位，今晚吃的全是二睡了，太睡了，哎呀怎么会这样啊，张立东好，最多最多是三三开始，鸡肉手管真美味，今晚吃之前吃一没有，鸡肉手管真美味，今晚吃之前吃二够。师傅准备，吴师傅加油，一枪毙命！你没喊到你就输了 ，KO 你了，没下辈子吧，用的。李斌，开始。气球手腕真美味，今晚吃全胜。一没有。气球手腕真美味，今晚吃全胜。二没有。气球手腕真美味，今晚吃全胜。一没有。气球手腕真美味，今晚吃全胜。二没有。气球手腕真美味，今晚吃全胜。哇，还有惩罚他，好开心，好烂哦！哎呀，这么简单，这么好赢啊！你是黄历不行嘛？真是啦，给一个，我就猜詹姆斯，哦，好不好？你最了解他们，猜拳输了去，顶你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去，来，贾老师，再出来啊！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表演派的这个 copy 的这个地方抓起来，这是谁？抓出你这个菜鸟演技！哇塞！哇，你试试看啊！你要用肚的，吃掉吃掉。那我吃吃看啊！吃掉吃掉吃掉，吃吃看。摆定了。你不是说是炸开的辣吧？不得位，我乐观。那个辣开始上来了。哇，不乐观，你很强。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是谁？来来来 ，Oh my god！ 不乐观，还好吧？我也是，还好吧？中了吧？猜你就猜到了。对啊，真的不行。怎样？太辣了。所以是母士哥，他的脸好好笑，黄立行你还好吗？哎，这两郭富城，郭富城，郭富城，郭富城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因为我了解你们，他不懂，你们涉世未深啊，江湖经验太差了，快喝了，你们回，你们回香水局辣了，谢谢你，香水局辣，吴师傅很能吃辣哎，眼睛还这么清楚，很能忍，真的，还好，你还好。我刚才耳朵有红吗？嗯，香港天王不和啊，其实早就不和了。哦，我喜欢香港的各纪为政啊。哇，为什么跟你们同一堆？哎，我没办法演了，不演了。